Hello，嗨，小西哦，没有发现只有头发前面是紫色的吗？后面不是紫色的，害得我紧急，哎，我以为会不好看，所以因为我化妆，就是我头发没干，今天下去的时候，只有在播的时候头发慢慢才变干的，就要说啥来着？等会儿啊。哦，对，我头发没干的时候，我看到这前面这么紫，我害怕了。我想着说，我赶快下单一个就是灰色的那种洗发水。等会儿插个电啊，这里感觉有点暗。虽然也没关系，但是它有阴影。啊，算了，有点看不到，算了，再说吧。啊，你暗点吧，还好吧？刚有人说什么？头发啊，口红花了什么？没看到，没看清。谢谢，我煮的面很好吃。本来我打了饭的，有点饿了，所以先随便吃点什么吧。不然的话，我怕有点饿了。这个头发有点显人老，我跟你们说，真的。不过还好，化了妆还好，不化妆感觉有点显老呢。你们买那个洗发水吗？谢谢你拦路过，谢谢舒一哥。其实我感觉那个发油还不错，虽然就是我在那儿的时候不知道在说什么，因为姐姐一直在说话，我总感觉我就是也不是插嘴，就是突然就是我怕我说话就是有点儿就是插话，你懂吗？抢到了秒杀。就是我有时候想说话，但我看杰子说话不知道该说什么，然后我就想的是我一会儿再说。我现在直播间被 P 上去的，为什么？为啥？背景板哦，我也感觉那背景板好像是有点啊，抠绿幕。哎，我还真没仔细观察哎。没仔细看，我光盯着我自己看了，因为你们在右边，所以我眼睛一直这样子看的，因为在右边你们。我今天是要给你们那个了，讲那个解忧的了，不过先让我吃一口东西，有点饿。先吃口小蛋糕，有点饿了。有点饿，我打了饭的其实，但我打太多了，在这里不太方便吃，为啥呢？因为我想把它给混一下，弄成拌饭那种。感觉吃着更方便一点，不是衣服太紧了，是那个我得这样子吃，就我不想对着屏幕那样子吃，你知道吧？铁鸡蛋这个就没关系了，主要还有一个原石太沉了，我手端着太累了，那怎么办？这歌单不行，换一个。那算了，就这个。
我先说了好多。我平时也挺能说的，就是我，本来想说更多的，但我看姐姐她，而且我跟姐姐她一块直播的时候，我的语气都变了，我总感觉我比就是我自不自觉的就跟着她一起了。你懂吗？但可能因为我平时说话喜欢，就我必须有背景音乐，因为我自己听着也开心。太安静了。好吃。谢小苍蝇的花啊，叫你们宝贝都弄脸红了，真的吗？对，一般来说都是喊宝贝吧，但是就是哎，我才发现这个就是一个普通的面包，上面加了点肉松而已，我还以为是那种小贝呢。我当时也没有喊你们宝贝啊，我说那喊你们宝贝吧。我喊了吗？我怎么不记得了？没有印象。因为我刚刚去直播，我应该提前，我应该在口袋里说一声的，我都忘了，因为我当时太着急了，因为头发一直不干，没有吹干，早上在睡觉，是幺八八，头发就是刚刚弄的，今天，五点。去加州西梅的蹦迪，哎呀，忘记拿小梳子了，刚走的太快了，也不是只有头顶上色，是中间是这样子，你看有的是上色在里面，有的没有上色，因为这是我自己的头发上不了色，我自己头发漂太厉害，上锁不住色了。这些是因为新长出来的头发，所以它能锁住颜色。谢谢小虎包，谢谢你的高级马卡龙。现在去拿？我不，我现在把你们丢下去拿那个，我随时拿都可以啊。今天歌单，才发现之后打的耳环，是 WRI 的蹦迪好，再吃一口就开始念。需要直播棚在中心啊，不然我怎么这么快回来？在下面。谢谢牙牙，谢谢小虎包。我们去了。哎呀，我把这小面包吃完了，算吃完了就吃完吧，放太久也不好。这个可以的巧克力，谢谢圆虎虎的夜蝶，谢谢小狗的巧克力。什么？看见刚让我喝点水吗？
吃完了一盒。黑小胖子的蹦迪，黑小虎包的花，谢谢不早睡就秃头的蹦迪，谢谢舒一哥的巧克力，谢谢裤子的荧光海，谢谢猪猪和灵芝，谢谢脆脆鲨，我感觉粘毛毛，一回来就有毛毛。刚刚直播我就说没有毛毛。你们不懂这叫什么吗？这叫爆顶染，好吧？就是就只染上面。不要自己染了，今天戴隐形了，灰色的，好看吗？等会儿，我来给你，顺便再拿个小红点心，我饿了还得吃一个。小慧，男生跳女团舞可以吗？可以啊，为什么不可以？对，不对 ？OK。今天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解忧开始。量不大，还可以，今天就可以结束，一个小时应该就可以结束，说不定不到一个小时呢，对吧？嗨小包，俺是个在加拿大上学的孩子，俺的大学5年没有假期，除了上学就是实习，现在已经很疲惫了，刚考完一轮期中考试，想放松一下，结果发分了，信贷数54分，微积分估计也就60多。如果期末考得不好，我感觉可能会挂。但我们大学最多只能挂4科，心态崩了。最多只能挂4科。感觉俺成绩在中游，但总担心自己考试考得不好会挂科。虽说我学校数学院有名，而且难是公认的，但我明明已经很努力了，分就是低，呜呜，咋办呀，宝？爱你波波。哎呦，这个好难哟！就我也是，就一直挺喜欢，就是也不是喜欢数学，我刚开始不喜欢数学，后面喜欢数学是因为我努力学了之后考好了，我就挺喜欢的，但是学着学着就学不好了。就再怎么学学不好了，我就是突然听不懂了，你懂吗？就是再就没有办法像之前学那么好了，那也没有办法，那你就只能多做题了，只能多做题了，对不对？反正我们老师就是这么跟我讲的，就因为就是没办法，你只能靠你的就是做题量了。谢谢修烤箱，把什么学习放在首位就能好。对，很朴实的建议啊，大家有什么建议可以跟他说。但是他说他每次都很担心自己考不好，为啥？是因为一直觉得自己有听不懂的吗？我之前就是靠做题啊，所以如果说不做题了之后，我可能就真不就是不行了。好，大家推荐给他吧。
好，有下面一个，我们今天现在几点？好，尽量可以就是把它都结束啊。对，数学就只能刷题，你也没法记啊。好，我在磕一对 CP， 但是从来没有看到他俩同框，只听闻小时候打架过。你说我会看到他俩同框的那一天吗？我觉得应该会看到吧。其实我有想过让他们俩同框一下，但是，得咋整呢？在哪里同框呢？就是是在我这儿呢，还是在那，在山子哥那儿呢？这是个问题啊。就因为怕他们打架，但小龙现在已经长大了，不至于吧？主要是我怕惨哥。现在呢？现在好了吗？可能他网络问题吧。网络问题哈。下一个，想麻烦包宝帮我解答一下情感问题。我有个高中同学，今年是喜欢他的第九年，感觉对他已经变成朋友。你过来。但我又没有再对别人心动过。喜欢他跟喜欢包宝是不一样的喜欢，你懂吧，宝贝。我俩过节时还会整点浪漫问候。想起来高中还在 QQ 空间吵过架，很搞笑。他520的时候有给我发消息，后来我俩断断续续分享过生活点滴，他还在朋友圈出柜惹。想问一下小宝，我应该再勇敢一次多跟他聊聊，还是就这么淡着也挺好？谢谢宝贝。现在在是在同一个城市，是在同一块生活的地方吗？但是都这么久了，也不是不行，试一下总，但是吧，试一下万一呢？你是吧？这得看你自己的本事吧，我觉得，而且要看他现在是什么情况呀？你要看人家现在有没有喜欢的人，万一人家现在有喜欢的人呢？你既然现在跟他是朋友，那你可以先打听，你再做选择嘛，对吧？你啥也不知道，啥也没有去问过，你先想的是要不要跟他这个，对吧？你先聊聊他自己的情感问题，你先听听他咋说。当然怕被拒绝了，怎么谁能不怕被拒绝呀？但是对，我主要是怕就是你告白了之后，万一他就是已经有喜欢的人，或者是他就是觉得和自己的好朋友这样子觉得很就是奇怪呢。对，有的人可能觉得如果是换做别人都还好，万一就是跟自己的朋友的话，可能会觉得一下子没办法转换过来这个情感。谢谢小苍蝇的野蝶，谢谢小苍蝇。对，你先试探一下吧，你先问问他有没有最近有没有什么喜欢的人啊，或者是他这些东西。真的好朋友拒绝了也还是可以继续做朋友，是可以继续做朋友，但是没办法让那个就是你们俩肯定互相会觉得有点那个不一样的，就是不够那么自然了，要么只能等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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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很久以后也不知道得有多久，但是和以前肯定还是会有变化。啊，你试试，我试过行啊，你试过啊？你觉得不会尴尬？确实，九年的话真的好久，先试探试探吧。OK， 下一个啊，小虎哥哥可以帮我写期末作业吗？等会儿。不多不多，就是一个室内建模手绘施工横剖图。俯视图、正视图、左视图、家具细节图、
墙面细节图，画不完就要被绑架在学校，就见不了你了。开玩笑的，除了这个也没有什么优的。那告诉你一个高兴的事，我在画室升职，正式成为主教了。新来的助教还觉得我很可靠呢，虽然被误会成年纪很大的老师，但是被人信任的感觉真不错，体验一下前辈的感觉。指教一下小胡同志当前辈的感觉怎么样？我也就刚开始的时候有那么一点点这种当前辈的感觉，也就是没去北京之前和刚到北京之后有点这个当前辈的感觉啊，因为老师会说这是你们前辈，你们要怎么着怎么着的。过了一小段时间就没啥感觉了，就觉得大家就是跟我就是也没有什么什么前辈后辈这种东西，你们懂吧，就和正常就是普通朋友这样子一样啊。暖宝，你们怎么发现暖宝的？我身子都挡住他了，你们怎么能发现暖宝啊？好好笑哦，太好笑了吧。他干嘛呢，一直眼睛不动，暗中观察我。你干嘛呢宝？其实不是，是这个反光啊，它看起来没那么可怕，反光反的。告诉他这有吃的，不需要用语言，用手。告诉他这有吃的。哎呦完了，那面包我吃的，找个渣渣吧，找个渣渣给他，总不能把他骗来，啥也没有。猫呢？哦，这儿呢。哎呀掉了，对不起啊宝姐，没想到你会过来，咱就吃渣渣吧好吧。哎呦呦呦呦呦呦呦，甜甜行吧。姐正工作呢，姐解忧呢知道吧。行了啊，吃完这点没了啊。好，好，你要不然舔舔，你舔舔。谢谢企鹅快跑的野蝶，舔舔吧，舔舔。舔就当吃了啊。你怎么知道小 C 在小 C 在旁边，小 C 在旁边那样的看着我都不好意思了。就这样一直盯着 ，sorry 啊，碎，这个你不吃的，不是给他偷吃，哎，这得端水，知道吧？完了，我觉得暖宝要被揍了。好，他对这个，依旧听下这个指教小胡同志，当前辈的感觉怎么样？还没说完呢。就其实有，就是当前辈的话，还有一点就是会觉得自己得多做好点，你懂吧？当然，现在咱们也不会就是给这种压力了，因为大家都差不多，年纪也差不多，经历也没有差非常多，这样子就。这种的话可能在就是如果说你就是在一些工作上可能就是一些前辈啊，他工作了很久啊，可能会有这种感觉，但是我们就是大家平常这种相处跟在学校似的，可能也就是一个认识久认识不久的这种感觉，懂吧？认识久了之后就谁
谁还记得你是前辈？就是可我要是不说我是武器的，不告诉你们的话，你们也不会觉得我是就是大前辈啊，对吧？因为我自己也不这么觉得。谢谢哈利波特，谢谢你的蹦迪。好，下一个。当然他，我看他这些图，我看了之后我都害怕，因为我之前也是要画图学设计嘛，就是要画很多很多图，但我真不行，因为我画画超慢的。嗯，好，以前我会说谁会当狗啊，有什么毛病吗？我早已看破红尘，我必定出嫁。结果有一天胡小慧问谁是我的乖狗狗呀，于是我汪汪汪汪汪汪汪冲刺飞奔原地劈叉，以表决心，摇尾巴摇尾巴暴打其他小狗，鼻青脸肿摇尾巴。这是你的解忧吗？你是被其他小狗打了，还是你打了其他小狗自己那时候？谁是我的乖狗狗呀？笑死！不是他，是别人，不告诉你们是谁，你们到时候就知道是谁了。哦，还有下一个，咱们下一个了啊。先说结果，我塌房了。是这样的，我最近爱上的推狠狠塌房了。我在抖音第一次刷到他的时候，就深深被他吸引，好喜欢他圆圆的脑袋和大大的眼睛，手上还会有跟观众互动的小道具，他还会跳爱你。六一结束了，他走了，我没来得及见他。最近我又在抖音刷到他了，但是他把青蛙皮脱了，他居然用自己的脸在直播。我刷到的时候双手都在颤抖，为什么有皮套不守皮套德啊？武汉欢乐谷的红青蛙啊，我恨啊，再也不会爱了，封心锁爱了。也能够理解啊，看来你真的是很喜欢这个红色的青蛙啊。我之前也有刷到它，就是葫芦娃里面那个红色青蛙嘛，在武汉这个欢乐谷，确实裤子是牛仔裤不是水裤。那个蛙很可爱吗？我不是之前画了它吗？就是那个蛙哈。哎呀，鼻子又进毛毛了。跳舞很搞笑，对呀，怎么能露脸呢？好过分啊！嗯，哼，万一我喜欢的一个这样子的，他露脸了之后，我以后再怎么让我怎么面对他呀？对吧？哼，那我也会封心锁爱，不行。你这样吧，你打开吧，你去就是刷刷，就是一个叫小包的，对，虽然他没有跟观众互动的小道具，但是他也有圆圆的脑袋和大大的眼睛。好，下一个本人女，我跟她是高中同学，安的很好的朋友，对她感情变质大概就是今年五月份吧。我很怕这份感情影响到我们高考，很多情绪想法没有办法表达给其他人，就往备忘录记，前前后后有七八十条，经常会想在高考后什么时候告诉她，怎么告诉她，又觉得不让她知道更好，怕他发现我喜欢他，真的很矛盾。也想过把备忘录做成书的形式给他，但我很清楚我们不可能告诉他，只会给他增加负担，还可能连朋友都做不成。前段时间我经常患得患失，会因为他对别人很好而吃醋，因为他冷落我而不开心。我尝试过远离他，但他又会来找我，我没有办法拒绝他。他说现实中
哪个男的帅或者想谈恋爱什么的，明知道这是很正常的事，还是会很不舒服。我经常觉得自己不喜欢他了，但又会因为各种事情再次想起。前几天用空白的微博小号跟他说，断断续续喜欢你一个多月了，有机会会告诉你的。其实我也不知道会不会，高考结束后接触变少了，好希望时间可以冲刷掉对他的喜欢。那不然还是再等等吧。对，你说不定过段时间会喜欢别人呢，就是对，因为上了大学之后你也会有别的好朋友，说不定遇到了别的人。吃个小熊饼干。确实，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我上了大学之后，跟他接触越来越少了，说不定也就没有那么喜欢了。你可能想起来的时候会觉得，哎，我好像挺喜欢他的，但是已经不会再那么难过了。谢谢企鹅快跑。好，咱们下一个哦。这个很难，有点绕。我朋友是女的，弯的。我朋友喜欢的那个女的是直的，那个女生喜欢的男生是弯的，那个男生喜欢的男生……等会儿，我已经晕了。那个女生喜欢的男生是弯的，那个男生喜欢的男生是直的，他喜欢的直的那个男生喜欢我，请问鲍老师，我要怎么办？哎呀，好晕！你是不是？这是真的吗？还是你上哪给我整的这么难的？这有什么怎么办的？你前面都不需要管，你要是不喜欢他，告诉他你不喜欢他不就好了？跟前面的人没什么关系。好，这个结束了。哼，很简单吧？你喜欢他，你就告诉他你喜欢他；你不喜欢他，你就告诉他你不喜欢他，就这么简单。谢 D A E， 谢谢你的权杖。好，下一个。因为吃药，去年到今年快速的胖了30斤，希望在线下见面之前能瘦回去，有什么好办法呢？是吃啥药？就是身体的，就是这方面的吗？胖了30斤，其实我，说实话也不觉得你胖，就是如果你是想让自己就是更好看呀什么的，我就是，虽然道理其实这个减肥啊大家都懂，你知道我最近的话就是吃那个黄馍，就我之前有提到过。其实我就是大家说它只是就是运动辅助的，就是让你那种东西。然后我吃的这款是没有咖啡因的，谢谢草莓味小熊。但是我不是告诉你让你吃啊，我意思就是说我其实也没有什么办法，因为我以前减肥就是不吃，但是我觉得这个方法很不好。谢谢小熊的荧光海。就是要么你就只能减少你这个高油这个高糖这种东西，所以说你要不然就从饮食吧，因为我觉得锻炼其实更难，就是相比较大家的话，如果没有平常不喜欢锻炼的话，相比较锻炼还是饮食更好改变一下，就改变成那种粗粮呗。虽然说这种下去的比较慢，但是如果不吃下去快，但是它反弹也很快。谢哈利波特的巧克力。动起来也可以，但是不能光动啊，
就是吃的还是很重要的，饮食其实还是比较重要的，因为光动的话，瘦的怎么说呢，从形体上看出来，就是看出来效果其实就可能会紧致，但是应该不是你特别想要的那种瘦吧。而且对，运动完之后胃口会很好，说不定吸收的更好了。也不是少吃吧，你饿的时候那就吃那个嘛，吃那也不会胖的咯。对，就吃不会胖的嘛，你吃凉拌豆芽啊，你吃魔芋面呀，你吃拌菜，大拌菜，对啊，鸡胸肉这些都可以吃啊，想吃多饱吃多饱，金针菇，凉拌菜，而且大夏天的吃凉拌黄瓜呀，吃凉拌黄瓜还能瘦呢。豆芽其实碳水很高啊，那就少吃一点吧，但也不会吃那么多吧，那吃凉拌土，那吃凉拌那个吧，那个金针菇，凉拌黄瓜，凉拌金针菇，反正吃一定要吃，不然你代谢低了的话，以后更难减。哦，金针菇不行，消化不好，那就吃别的吧。那么多可以，就是没什么大热量的东西呢。因为，就是以前看别人减肥就吃金针菇，但我吃不了，因为我咽不下去，而且塞牙。对，西兰花，那个什么，我之前减肥的时候用魔芋面加西兰花，然后用那种清汤的火锅底料煮吃，很好吃的。反正清汤的火锅卷就煮这种东西，煮菜吃呗。你讨厌西兰花，那就煮你喜欢吃的东西嘛。但是，不要是那种不要是那种就是什么炸鸡啊，这种炸鸡腿那种东西，就多吃点菜吧，多吃菜。也可以吃碳水，你吃点豆制品，你一天一顿也不会瘦，肠胃不好吃不下，啊，肠胃不好吃不下，一天一顿也不会瘦，这样不应该是不会胖吗？你知道我以前怎么减肥？我减肥有很多很多，因为我从小学四年级都开始减肥，这个我实在是太那个了。我的这个减肥历程从我小学四年级到现在，就是真的是一直都在变。对，很早哈，因为我就是因为三年级的时候吃包子胖了40斤之后，就从四年级就开始减肥了。小学四年级就开始，就是那个时候吃饭就一粒一粒的吃，馒头是揪一点一点的吃，这样一次吃一点点，然后吃菜，而且吃西瓜也是，从那个时候就开始西瓜只吃一眼儿，就是少吃，一下子就瘦了10斤，瘦得很快。对，就是因为长身体的时候减肥，所以没长高。但是我当时，胃会难受吧，就是有点胃反，这个叫什么，胃酸反流。谢谢，来揍我吧，谢谢你的夜底。到时候再跟你们讲这个我减肥史吧，现在就不说了，现在先讲这个啊。我的忧本来很多，但是看到宝贝就没有忧了。我的愁本来很多，但是看到宝贝就没有愁了。我的烦恼本来很多，但是看到宝贝我的世界就亮了。我看这是谁。行，等会儿还有呢，还没讲完呢。见字如晤，见之欣喜，闻声欣喜，见面心悦，最后宝贝我绿马，疫苗三针打完了，快趁着没人，贴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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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人啊，这不都是人吗？这不都是人吗？你们，你当现在这些不是人？等会儿，你这个 U 已经没有了，就是因为见到我所以没有，那也挺好的，那也挺好的啊。那这样子。我这个贴贴不是真的贴贴，就是我只是想看一下我的粉底，就是是不是非常好，根本不沾手机。好，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就是有些困扰吧。有工作没做完会觉得有些焦虑，有时候睡觉都会梦到在干活然后惊醒，想到下周有很多工作等着处理，还要加班，人已经开始烦躁了。你会有这种时候吗？是怎么调节的呀？有，我经常有，就是我经常做噩梦，如果我东西没有学完，我天天睡不好觉。如果有一件事情要做，比如说就很简单，有个什么什么公演要学或什么的，我经常会每天睡不好，每天睡前就睡不好，直到这个事情结束。真的，就所以说我觉得我都有点习惯了，所以我经常说想出去一下，出去待一会儿，因为出去的话就可以不想那么多，让自己就是不要总焦虑，因为我是一个有点容易就是给自己压力的人。当然就是现在的话好一点，现在好一点，就是我就想着是赶快把事情做完，虽然说真的就是我是那种又焦虑又不想干，你懂吗，拖到最后，但是吧我先让自己不焦虑的原因是因为我知道我最后一定会干完，而且我知道我最后一定会结束，就是我就算现在我再怎么想不出来，马上临到头了，我就相信自己一定能搞完。所以也是因为抱着这种想法，我有时候会有点拖延。没事没事，马上咱们就可以见面了，再坚持一下。周一有什么？不就是个周一吗？是吧？别害怕，咱明天想想早餐吃啥。谢谢左一同学的夜蝶。马上我跟你说，早上刚起来还没干啥活呢，就中午了，中午刚吃完午饭休息一会儿，刚工作一会儿，哎，下班了，周一都这么结束了。就算要加班也没有关系，我们就加班加一会儿嘛，回家之后我就好好享受快乐。不想吃了，为啥不想吃了？咱们就睡觉，中午咱就睡觉，醒来之后刚工作两三个小时，哎，下班了。你肯定要说我肯定要工作很久，不会的不会的，你想想你走走神啊，这个一会儿想点这个，一会儿干点那个，其实一共也就工作了两小时。谢谢就喜欢一天的巧克力。我太天真，我这有什么可天真的？我跟你说，人的就是这个精力在非常就是这个，要么你就是给自己来杯咖啡，就想着我赶快干完，别想着明天事情好多。我跟你说，我事情更多，就是那种，其实我现在还有就是好多好多歌得学，你知道吧？明天我还得拍东西呢，我还得。好多事情要做呢，我现在一点都不害怕，这有啥、因为我想，你知道为什么我抱着这样的心情吗？因为我觉得大家都一样，不止我一个人这样，就所有人都跟我一样。要是所有人都非常完美非常好，那我就是害怕了，我下完播我就得去学习。
就是平时的时候还是得认真一下的啊，就是精神集中的把这件事情赶快完成，就是事半功倍。就是最近这两天精神稍微好点，我就告诉我自己，我就要仔细听，我就得仔细听，反正也就这一小会儿结束完事儿了，总会给我时间。就是我一直想玩一局游戏，我也没玩。我就是今天，就是下完课之后，我躺在那儿，我想让自己睡十分钟。醒来以后，我太困了，我醒不来。我心想说，那玩局游戏，果然输了，我一下醒了。好，经常会见面的人突然告白了，但只是把他当好朋友看待，委婉拒绝和冷处理都试过了，对方还是会发一些暧昧的话。闹僵的话又担心以后一起共事会很尴尬，虽然现在心里已经觉得不太舒服了。确实啊。那就等等吧，人家这种可能现在上头时间，等过段时间说不定也不会这个了，你就继续冷处理好了，委婉拒绝冷处理，就这样吧。等九年啊，你这个多少有些直接点拒绝。不，他肯定能知道他不喜欢他。那我这样的话以后一起共事会很尴尬。哎，我跟你说，有时候你会觉得哎直接拒绝吧怎么着，也不是不行。但是有时候话也不一定要讲那么明白，大家又不是傻子是吧。最主要是如果你天天跟这人待在一块儿，说实话是这个是为了让自己以后心里不那么尴尬，不那么就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你想的是挺干脆的。那你以后万一你俩之间工作之间也会有一些这种也不是工作了，肯定会有一些交集对吧，你也不能百分百保证没交集了对吧。主要是我自己，就是不是我自己啊，就是我也能感觉到，就是如果闹得很僵又很尴尬，你天天自己心里也不舒服，没有办法完全避免调度。是我这个星座的思维，确实我不是那种很喜欢搞得自己也不舒服的。QQ 空间吵一架。就是大家年纪这么大怎么会不懂呢对不。委婉的拒绝也是拒绝，也不一定非得，而且如果有的人就是不喜欢那么说话那么那个，就按照自己的方式来，你总不能就逼着自己去做自己不喜欢的这种方式，然后也还要很凶吗？这样的话自己也会不舒服，天我说不定自己想回想就觉得很尴尬呢，想啊、我当时这么说好尴尬，明明我不是这么想的，我也不是这种人，你懂吗？那我分手可以做朋友吗？那我不知道呀。等我知道了我告诉你啊。我估计我不太行吧，除非是那种我不知道哎，这得看是为啥分手，你懂吧？但是做朋友也不可能做好朋友啊，肯定就是那种，那种不发消息那种，就是不至少就是，没有互删，但是也不联系的吧。因为对象出轨怎么做朋友啊？我就非得对象出轨是吧，你就非得给我这个设定是吧。今天光不是忽亮忽暗，是这个大屏它投着投影，我放要不然放个东西看，这样的话呢它就我放个海绵宝宝吧。哎呀还要会员呢。我可真是太丑了，天啊！你说，
为什么你的大大的两只眼睛刚好长在鼻子上面，可爱的嘴巴又恰恰长在小鼻子的下面？哎呀呀，鼻子又刚好长在脸中间，你真的是太好看了。我拿出我的手机，我看看你的照片和视频。我睡觉前闭着眼睛，脑袋里也全是你。我真是愁得睡不着觉，怎么会这么好看呢？怎么这个脸蛋儿这么会长呢？太令人费解了，我真想天天在包间发疯啊啊啊啊！谁能做你的粉丝，真是天大的福气，谁懂谁懂。好的，你去找你的好朋友吧，他们一定能懂。真是太会夸了啊！我这个演讲的如何？就是睡觉前这个想我什么什么。愁的睡不着觉，怎么会怎么干嘛要愁呢？咱以后就是睡觉前想我的时候，记得给我点祝愿，祝我早日暴富啊，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想着想着你就睡着了，别愁了。好，小包，我和我的一些朋友在恋爱观点上有个冲突，现在还在天天辩驳中。就想问问你的看法，你觉得柏拉图恋爱怎么样？那你会谈柏拉图吗？举手提问。在问我是吗？哎呀，我都有点不会了。那你们是有啥冲突呢？你也没讲呀，恋爱观念上有个冲突。到底啥冲突？你就是想问我觉得怎么样是吧？我觉得你要是想，那你就这么做呗。这个咋还我评判怎么样？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恋爱观嘛。就像有的人我能接受你，就是咱俩 AA， 有的人就不能接受。而且你跟你朋友不会是在变，就是你在说他觉得这个行，他觉得这个不行吧？那这是你们两个的这个呀，你们两个的自己的选择呀，这有啥好辩驳呢？不会，还是说你想谈这样的，他不想谈，他想谈这样的，你不想谈，你又不是你俩谈，那也没关系啊。我会谈吗？我不知道哎，我估计不会吧，我感觉我不会啊。啊，这为什么不能说？下一个。关于感情，不懂事的时候谈了很多恋爱，遇到了很多奇怪的人，导致一度有些 PTSD。 比如和前任在一起的时候，所有开销都是我出，然后他冷暴力我4个月，最后分手无缝衔接他人，当时还是大学生，花了4万多。如今真到了年纪了，反而有些爱无能了，也不算忧愁，就随便说说，大家要擦亮眼睛。那是因为你太喜欢他了，你跟他就是你给他花这么多钱，还是说他要这个要那个，他让你给他花这些钱？就是说确实要大家擦亮眼睛啊，就是你再喜欢他，你也不能够就是一味的付出啊，同志们。你先看看对方什么，因为我身边也有一个，也不是一个吧，我身边也有这种，就是给自己的对象花了很多钱，
然后是啥来着，好像是啥来着，怎么想不起来了，好像是被骗钱了吧，最后还被骗钱了。可能他是不是鼻影的问题，是头发的问题，这样看不就没了，对吧？我刚刚也发现了，不是鼻影的问题，是头发这个影子的问题。我之前说的哪个？我之前说的哪个？这个应该不是那个吧？这个好像不是那个，头发影子。他说他没钱就不出钱啊，那你也说你没钱呗，就说你没钱，就说我没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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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他还要偷你的手机付款？就算你有钱，他也知道你有钱，那你就说你没钱，你就说我把我钱借给我朋友了，要么就说，要么你主动找他要钱，你说你的钱，这个，现在没有了，你找他要，你天天找他要，天天找他要，他就不敢找你要了，因为他只要一找你要的时候，他就会想起来你找他要钱，这个时候他自己都不敢提钱这个事儿了。知道了吧？当然，也谢谢大家现在这些问题，让我这个积累一下经验啊，同志们，也就是提前的把这些问题就是想好。好，还有一个问题，小包小包，请问你为什么会这么好看？俺想不明白，俺的所有脑细胞加在一起冥想10000亿年也无法参透为什么你这么好看的道理，就连神明也会为你倾倒，你是黑夜，也是黑夜里唯一一丝曙光，指引了我前方的前进的方向，你是我活下去的动力，谢谢你，我注命中注定的宝贝。我知道了，你懂。好，你现在和刚刚那个谁懂谁懂，你们两个一起吧，一起做个伴儿。哎呀，现在又有一个问，实用的减肥方法，减肥真的太难了。刚刚也差不多说了，就是，那就把你平时想吃的那种容易胖的东西换成不容易胖的东西。这就是最实用的减肥方法。对，你说人家那种大明星也没办法，长胖了还是得少吃，就是世界上就没有那种能够一下子变瘦的方法，也有那种啊，也有那种去消肿的那种。谢谢 TT 宝，就是他说把人体的所有的水分都给搞出来了，就是给他蒸它，然后什么什么什么，但是这个你一喝水你立马就回来了。包括有很多那种比赛的啊，那种需要就是肌肉显出来那种，他们就会少喝水在比赛前，然后就让自己就是水分变少一点，但是比完赛他们正常吃东西之后脸还是会就是再鼓出来，就是那个时候他们脸都全部这么凹了，就是为了让自己的肌肉更加明显嘛。对啊，是会反弹，所以我意思就是说，那你只能把你那些爱吃的高热量的换成低热量的，就这么简单。你运动的话，其实我为什么不讲运动，是因为我觉得运动这个东西，如果是就是一直运动的人，就是我不用讲他也会运动，就是天天去跑步啊这种也经常会有。但是如果你是平时就不运动的，我让你突然运动啊或什么，就是很难，这个只能够你自己就是夹一点。对对对，是那些是健美的那种，不要普通人不需要，你又不需要别人给你拍照片，你也不需要比赛，你也不需要，你让自己的腹肌那么显，身材那么那个肌肉那么显，你给谁看？你逛街你裸奔啊？
切期待的花。好，下一个。Hello 包包，遇到创作瓶颈期要怎么办呢？因为我昨天晚上在想解忧要投稿什么，但是想不到，也不知道整什么活，只能过来给你应忧一个了。俺晚上可能去外面玩，看不到直播，回头补补回放。这个呀，是关于什么的创作呢？我一般如果有，哎呀，我怎么感觉有个那个？我一般如果说就想不出来，那我就不想了，我就会去干别的，在别的地方找灵感。我看电视、看电影、吃东西，我出去玩，然后当然也有可能最后也想不到。谢谢小熊的奶茶。如果是就打个比方，如果是画画，我想不到的话，我就看这个墙有个裂缝，我现在就想象这个裂缝是个什么东西，我开始想看它的这个样子像啥呢，然后我就开始画，然后把我想的这个样子画出来，要么我就闭着眼睛，要么还有一个就是我手放在这儿，我让它自己动，看动出来是什么。解什么什么投稿解忧的瓶颈，那你就这样很简单呀，这有什么，就你闭着眼睛按你的键盘，看看它会出现什么字啊，什么关键词，你根据这个关键词想一个不就好了。整活瓶颈期的话，那你这个没有办法了，这个也是我需要整什么活呢，我也需要，那只能去想想网上看看有没有什么你喜欢的东西。好，下一个。宝宝想知道你最近身体有没有好一点呢，腰还疼吗？最近开始排练了，马上要忙起来了，要好好休息啊，天气很热，要注意防暑，多喝水，小心上火。没有什么要解的忧，就来打个招呼。最近腰还好，没有那么疼了，就是脚背这个脚腕儿这，不知道是不是受凉了还是什么，睡觉的时候会觉得有点不舒服，有时候总觉得哪里不舒服，但又不知道是哪里，你们懂吗？就觉得躺在那儿浑身不舒服。有一个原因可能是不够困吧，我就是睡不着，我也不逼着自己睡了，我就躺在那儿玩一会儿，然后感觉我差不多要睡了，我就把手机放下，我就能睡着，因为有时候我在就是强迫自己熬夜那种感觉，因为不舍得睡，所以我知道我把手机放下我就能睡着。谢谢哈哈除夕的蹦迪。还有宝这个有点难哦，这个得问你们。宝贝有没有喜欢的房子内部装修风格，明年交房了要装修参考一下。这个对我来说太难了，为什么？因为我从来就是没有这个概念，不知道该怎么整。哎，这个该怎么整呢，就是怎么舒服怎么来吧，然后这个该怎么装修风格，能不能问一下你们啊？对，你要不然去找找图好了，但是一定要，谢谢今晚又是两点睡，一定要那个就是多看看，就比如说我之前有看到过那种，就是别人装修的人把人家新房子给装修成那种破旧的风格了，然后就还不如不装。对，我比较喜欢，我就喜欢温馨的，喜欢色调不需要太鲜艳的，淡一点的吧。之前不是有一个什么什么奶油那种风格什么的，但是我觉得那个可能会显得太可爱了。ins 风是那种灰调的吗？
我是觉得简装极简，我觉得只能去查一下那种漂亮的图看看。还有一个绕口令，男教练是女教练，女教练是男教练，男教练不是男教练，女教练不是女教练，男男是男主力，女男是女男，女啊，等会儿，女篮是女篮主力，女教练在男篮训练男篮。男教练在女篮训练女篮，谢谢宝贝，么么哒。嗯，女，这个前面还好，后面不行，后面这个女男是女篮，这个好难。女篮是女篮，谢谢夜雨的蹦迪。不行了。还有个 Hello 小姐姐哦 ，Hello 小包姐姐，刚刚结束高考，现在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选择读什么专业。我很喜欢文学，很想深入学习这方面的知识，但是又觉得不好就业。在我心中，能够安稳生活比爱好重要。不过我的父母是更希望我能够去学习更多的知识，丰富自己，也就是想我按照我自己的爱好读文学这类的专业。可是我又觉得不太现实，现在陷入了一些纠结。向你咨询就是想要听听不同的人会怎么选择爱好与生活，啊，要听听你大家的选择。学什么都不好就业，这个。那既然如此的话，先按照自己的爱好来呗。既然学什么都不好就业的话，先按照自己喜欢的来。反正你说不定你之后，你又想干别的，那就去干别的。反正现在就是这个，大家也都差不多。至少学自己的，你还能学进，学自己喜欢的，你还能学进去。不然光学的话就很烦了，后面哪还会想着再就业。嗯，好，没事，人家说他喜欢的就是文学这方面的，看看啊。那就听先听父母的呗，他反正他们也是想让你按照自己的爱好了。别学医，他没有要学医，他没有要学医，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你有多累了。嗨，包包，网络社恐人士，第一次发，好紧张。我一个朋友不久前恋爱了，他很沉浸其中。他一直把我和其他朋友当恋爱垃圾桶，我们也受不了他长时间的抱怨和一直处于分分合合的萎靡状态，但也尽量顺着他。他对象还嘴过我们，结果我们被他删了。他过生日，我给他精心准备了，结果我生日的时候，他连一句生日快乐都没有收到，感觉挺难受的，觉得他像变了个人。还有我前两天骑车，结果刹车失灵，我脸直接撞在树上了。脸肿了大半边，还不知道能不能好。肯定能好，肯定能好，你多那个，你多注意，然后如果是肿了的话你敷一敷，会好的，会好的，一定会好的。然后这个好像我一个朋友的朋友啊，这个那你就可能他恋了吧。对，因为就可能就有的人一谈恋爱之后会把朋友忘记了。对，我觉得那你就等他分手吧。对，因为就是你在这之前也不用管，就是不是好朋友就不是好朋友呗。
因为是你先看，反正他是因为谈了恋爱才这样子嘛。那你等他分手完再看看了，现在就不要管了。我不是祝人家分手了，我是觉得他不是分分合合吗？说不定他分完手之后，突然觉得自己以前做的那些事情好过分，然后再说了。反正你也不用那个吧，人家都不把你当好朋友，那你就也不用把人家当好朋友。而且，万一分手之后他突然醒悟了，这样子他恋爱完了之后，好朋友也不见了。每次别人跟你们说恋爱方的都劝分一条龙，啊，我可不敢劝分，多害怕呀！就是我劝完分之后，到时候他和他对象一起说我，那可怎么办呀？我就说你想咋样你咋样。谢谢哈利波特。好，嗨，小豹。当然，如果是那种就是很坏的，那再说啊。我说这种平常这种小吵小闹就能。嗨，小豹，有个来自我发小的深深的忧愁，我看回哪儿了？哦，可以。就是他很烦一个爱炫耀的室友，是那种深恶痛绝的，而且是天生看不对眼的。这个事情他也跟我说过很多次了。甚至有些时候那个室友做了啥事或者说了啥话，在旁人看来很正常的，他都很厌烦，甚至控制不住想打人。他也想过换寝室，但现在寝室还有他喜欢的同学，而且如果新寝室也有这种情况，那还多此一举。父母也叫他忍着，他已经忍了一年了，感觉他快神经衰弱了，小包救救他吧。这个室友到底对他咋了？就是哦，已经没了这个问题啊。这就是那种就是讨厌吧，可能没有任何理由，就是讨厌吧，就是看什么都不顺眼，他看他说啥做啥就是不喜欢。可能那实在不行，那你换吧，毕竟都快神经衰弱了。而且我觉得就是不可能换完寝室还有一个这样子的吧，就是可能这个人他并没有说是就是没有对他就是有干过很多，但是如果你就是很烦的话，他干嘛你都烦，但是又没办法，就是只能忍着的话，那你就让自己舒坦一点吧。直接吵一架也不可能会看他就顺眼的，就是他这个就是不管他干啥，甚至是很正常的他在说话或者是怎样的，他还是会很烦，就觉得看这个人就是不顺眼，就是你懂吧，也会有这种，确实会有这种，可能这个人他就是可能之前干了一件什么让他不喜欢的事儿了，之后再怎么看他就是不顺眼。谢谢拖拉机少男的巧克力。还有一个小包，还有个来自我深深的忧愁，就是最近感觉被期末复习折磨得不像个人了。由于经常熬夜或者是通宵，我感觉现在每天晚上不到三四点就睡不着，而且现在也是经常担心考试，虽然考试已经结束了，但是有点 PTSD 了。以前不会这样的，主要是还有大家真的越来越卷，感觉真的一旦退步了就会很难原谅自己。大一真的比高三还累，而且再加上上下学期同时学生理和生化，哦，我真的好焦虑，想想都觉得假期不美好了，呜呜呜。就是因为太卷了，是不是？听了听，感觉是挺累的。哎呀，感觉听着就好累哦。但是因为觉得假期的话，大家也会很卷，所以就觉得假期也不会很快乐嘛。也要学习嘛，没法开开心心的玩，你知道吗？
只能想着先把现在这个事情搞完。我是那种，如果现在有很烦的事情，我只能想着，假期的时候，因为你不卷的话，你自己也会心里不安，你也没，就是他没法让自己摆烂，因为他躺在那里就会很焦虑，你懂吗？是这种人吧？摆烂，对，摆的不安心的，所以还是必须要把眼前的事情做了才行。那你就只能尽量也找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虽然想着大家好像都那个挺卷的，哎，这个的话其实不是事情多不多的一方面问题了，还有一个是因为自己的性格和自己的就是平时就已经习惯性的就是觉得自己不能停下来，要不然的话自己心里都很难受。为什么就是我退步了？为什么我，对，是因为太焦虑了，会有点放大了这个恐怖的感觉，你懂吗？总感觉要是我不这么做了就会怎样，不这么做了就会怎样。好像大家都在跑，我不跑的话我就完了。对，有一点小小的焦虑。但是其实大家都会有这种吧，看到别人在干嘛，自己如果没有做的话，就会觉得啊，一下子就是，那只能先说让你赶快结束这段考试了。假期其实也可以玩啊，为什么不能玩？怎么你身边的人怎么都这么卷？快，就是看看，多听听，看看那些不卷的摆的摆烂的人，听听他们怎么讲，让自己稍微平衡一下。而且其实我是觉得现在就是有这种阶段很正常，就是总会有这种阶段，但是也会有那种摆烂的阶段。现在他处在一个不能摆烂，就是无法摆烂的阶段，你们懂吧？好，下一个。而且对，睡觉这个也是，有事情在的话就是没法就是一下子就是直接睡着，可能会有一点可能干嘛应该是可能会有一点焦虑。对，因为躺在那的时候就会想，天哪，好可怕呀，就是这种。我之前如果我舞蹈没有记住或什么，就躺心想，哦，天哪，好吓人呐。但是没有办法，我现在真的该睡觉了，就是这样。下一个，解忧投稿，单纯想让你知道去年寒假之前发生的一件事。那时候我还是个萌新，其实现在也是。当时微博超话有你的空降活动，你们的活动刚好是在我去寄快递的路上开始。冰天雪地，我在等会儿我读完。我在路上边走边发微博评论，手冻红了，但是得到的是一次又一次微博评论发送频繁，不允许我继续发评论的消息。当时真的蛮 emo 的，但是转念又想，人太多了你也看不过来，但是有什么办法能略微缓解当时失落的心呢？胡画家，这不就是得让我这次，意思就是说我这次就是可以缓解你这个失落的心了是吧？我就是过两天的这个空降活动，就是我睁大我双眼，然后希望这个微博就是顺利的让你这个一下子就能让我看到。行不？点个倒霉啊！不是，哎呦，哎，我
刚想说点个倒霉熊，心想怎么刚好是倒霉熊。Sorry， 主要是这个熊它很白，会照得我脸亮亮的。Sorry， 不倒霉，这熊很可爱的。得说完。刚开始，我刚直播当嘉宾去了，刚结束。622也没有，有怎么没有吧？啊，我没什么意思，我这不是怎么还卡了呢？你看他不让你们看的这个倒霉熊，那换一个白一点的。还有啥是白点的？大头儿子和小头发。还有一个，等会儿调一个，有一个叫妈妈咪呀。好，这个应该可以吧。我开始了，把这说完。郑州41度的天气，我该怎么生存？感觉下一秒就变烤乳猪了。你别出门了吧，别出门了，这网可能坏了，他不播了。空调冰淇淋。不是，怎么谁都是三十老师？不是三十老师，不是，确实太热的话，真的。我记得之前有一年，忘了是哪一年，北京好热。我出去的时候真的烫脚，然后那个风一吹，我感觉自己都干了。啊，你投稿都是小号号。天天脚都是湿的啊！下雨，最近广州是不是啊？是啊，成都是吧？成都一直在下雨哈。姐，这个啊，有一个是，哎，这 A， 我就跟你说，每次这个 A B C 真的让人就是容易，就是考脑子、考脑力。A 和 B 暧昧中，我现在带小红和小明暧昧中。上个月给小明过生日，最后看了个电影，出了影院，小明给小红发了递花的表情包，但是小明很高冷啊，平时啊小明很高冷，小红不确定这是表达感谢还是好感，最后一起回了小明的家，睡在同一张床上，什么也没做。小红的一个朋友小兰问小红要了小明的联系方式，开始追小明。小兰问过小红喜不喜欢小明，那时候小红没喜欢上小明，所以说不喜欢。现在每次俩人约会，小兰知道了都要参与进来，还谢谢小红的帮助。小红还想再看看和小明合适不，再确定关系。现在不知道拿小兰怎么办。确实啊，就是，哎呀，就这么跟你讲 ，A 喜欢 B， 他不知道 B 喜不喜欢他，然后来了一个 C 说喜欢 B， 这个。A 呢，他就是当时觉得自己不喜欢那个 B， 他就是跟 C 说，我当时不喜欢，他说我不喜欢那 B， 结果这个 C 就想跟这个 B 在一起，这个 A 呢现在不知道怎么拿这个 C， 不知道怎么拿这个 C 怎么办了。我知道了，我重新来，小狼，这个啊，我知道了，惨歌。给小狼发了这个递花的表情包啊，咱们换一个啊，小狼给惨哥发了这个递花的表情包，但是小狼呢平时比较高冷，
所以这个惨哥不知道这小狼到底是喜欢他呢还是咋回事。结果来了个小穗，这个小穗呢他跟这个小狼说他喜欢惨哥啊 sorry 搞混了，这个小穗跟惨哥说他喜欢小狼 sorry 因为这个小狼平时比较这个高冷啊，咱们这个惨哥就不确定他给自己发这个花到底是对自己有意思还没意思。然后这个小穗啊他不是跟这个小狼说了吗，他不是跟这个惨哥说了吗，他觉得小狼挺不错的，虽然小狼有点高冷啊，但是他觉得小狼很不错啊。然后现在的这个惨哥本来还在想这个小狼给他发这花到底啥意思呢，他当时也不喜欢这个小狼，所以他就跟小穗说我不喜欢。小穗一心想说那你不喜欢那我喜欢。然后现在吧这惨哥呢他又觉得自己喜欢这个小狼了，但是他就不知道这个小狼跟他合适不合适，毕竟他俩之前有打过架你知道吧。现在呢惨哥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惨哥心想说那小穗要喜欢小狼，我之前还跟小穗说我不喜欢小狼，那现在咋整，而且我还跟惨哥还跟小狼就是睡过同一张床，虽然啥也没干吧。现在呢你说这惨哥咋办，惨哥要不然再去看个小狼啥意思，你跟他再就是那什么后面再告诉这个小穗你喜欢这个小狼呗，这又咋了。你但是如果说现在喜欢了又很奇怪，因为你都跟这个他说了他不喜欢，就是看小狼确实，那看小狼喜欢谁吧。那没办法，我知道了惨哥，我知道你怎么办了。惨哥你就这样，如果说小狼喜欢你的话，你最后怎么跟这个 C 说呢，你就说sorry 啊，你最后怎么跟小穗说呢，你就说小狼追你，你本来不喜欢小狼的，但是呢小狼就是追你对你特别好，然后就心动了，然后就喜欢他了。对，就这么说吧，如果这个小狼也喜欢你的哈，你的话啊惨哥，这样你也好跟 C 解释，也就是你也好跟小穗解释。过，最近有个长辈，非近亲属，给我送了很多礼物，小到自己包的粽子，大到 iPad， 但我想他并不是出于爱，因为去年过年我假意推脱二十几岁了不收压岁钱，只有他真的没给了。一切反常行为都源于家庭聚会上我爸妈宣布我被公示你录用，我合理猜测他想要我帮助推进他某个两年前胜诉，但因为对方只有唯一住房而被终结的执行，虽然可以完全依法进行，但收了，但是我良心不安，道德不语，委婉表达过不用这样，他更不安心了，现在不知咋办。他更不安心了，确实确实他这个就是他意思就是说他干这件事去就是也是非常的就是很正常，就是就应该这么进行的，但是呢对方送了礼之后他正常进行的时候反而会不安心了，所以他现在就是不知道咋办，就是自己也不安心，然后呢我跟对方说你不要再送我礼了，你别这样，结果对方也不安心，你懂吧，就是我干的事情就是我该干的，而且就应该这么干的。我心想确实，那你就送回去好了，如果你不舒服的话你就送回去，但是他是，但是如果这种确实，对，你跟你家长说说呢，而且你这样的话他们这个之间也好沟通，毕竟是长辈嘛对吧。
让他们去这样子，让他们去沟通，这样子好讲，也不用你讲了，你直接把这事儿就是让家长做，对吧？让他还，你就不用再，你也不用自己管，因为我觉得你家长肯定会更加的，就是会讲话。OK， 嗨，宝贝，最近换了一个新的工作环境，同事和我都不是一个年龄段的，和之前的工作氛围有不太一样，有点点不知道该怎么融入他们。宝贝有什么建议吗？是年龄比较小还是比较大的呢？就是觉得不知道该怎么融入他们。其实我也之前有过，就是我去餐厅工作的时候，大家虽然说年龄和我差不太多，但是他们说话包括他们平时干嘛的，就是我融入不进去。我也当然我也没有想融入，就是强迫自己融入进去，我就干我的事情。当然是因为我当时知道我不会干太久，所以我才会这样子。对呀，我小的时候我很想去当服务员，我想去说欢迎光临，也想端盘子，我主要是想端盘子，我觉得很有意思。然后当时我反正我也想要零花钱，我就去了。就像我当时就是我有段时间非常喜欢洗碗，我就想去就是洗碗，但是洗碗人家我没有见过找洗碗的，而且我自己也没有就是那个累，很累的。我跟你们说，我现在想想我当时真的太努力了，就是要坐一个小时的地铁，一个小时10块钱，然后我来回两个小时。刚开始的时候是这样，一天干8个小时，然后80块钱。后面就是那个有个店，我不知道是他叫什么，这样就管理的那种人，他让他家里的就是亲戚小孩过来了，但是我明明正在干着，我都干到一半了，他最后让他家小孩说他小孩也想干，然后就让我就是很严重的时候，可能我来回2个小时，结果他让我工作了1个小时，让我回去了。我心想这也太浪费时间了，但我当时还是这样。多大的时候？没有成，当然因为我进团也没有成年，就是对。钱呢，咱就算10块钱啊，就我可能来回花那么长时间，才给了我10块钱。对，当时地铁费都很贵呢，我地铁费都得5块。对吧？而且很远，要花来回要2个小时。但是我还是干了，就是因为如果不干完，他不给我结钱怎么办？我当时最后就干了，然后收了，最后钱好像获得了多少钱？不记得了，不记得了。我是逛街的时候找到的，就在什刹海那边，在对南锣鼓巷旁也不远，后海那边。多少天一结？最后才给我结，就是干完了才结。他本来说1个月的，但是因为最后真的干不了了，而且我当时太想玩了，因为每天这样好累，而且我说实话我很害羞，我不好意思说欢迎光临，我以为只要端个盘子就行了，结果还要站在那里讲欢迎光临。我当时想的是讲一下也不是不行，但我发现我自己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胆大，我不好意思喊欢迎光临，然后我就想端盘子。而且当时是这样子的，因为那个很重，那盘子不是普通盘子，是马桶，很重很重。我印象很深刻，他说如果你摔了你要赔80块钱，就是你一天的工钱。因为是便便餐厅，所以是马桶很沉很沉的马桶。对，以前很火的那个你们知道吧，可能有些人，然后我就到了第一天，他就让我背菜单，是主题餐厅，人家
你不知道，就是那种便便餐厅，以前很火，我小的时候，很多年以前，我也去，就是这么想的话，其实有干过别的，就是我也当过化妆品的这个柜姐，当时也很小，是因为帮忙是那个阿姨不在，然后让我顶替了两三天。然后还有去卖过那个牙膏，所以我知道，就是说，但是我很痛苦，你们不知道我有多痛苦，因为我实在太害羞了，我根本喊不出来，我也没办法去当售货员，你懂吗？但是没有办法，都已经答应了，而且我当时确实就需要零花钱，因为我当时我妈妈跟我讲说，如果我想零花钱就要自己去赚，然后就自己去赚了。我后来怎么变？后来也不活跃，我一直都是那样子，我就每天中午很就是你们说，就是他刚刚说什么，不知道该怎么融入他们，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融入他，所以我就不融入，我就听着他们说啥我就听着，就是我就那样子什么什么，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融入，我就不融入，因为就是都是阿姨，然后就是聊天聊也肯定聊不到一起去，然后对，但是就是卖东西，然后卖到多少，然后会给奖品，然后每天就要还要就是有很多很多人，反正然后还是当这个柜姐比较好一点啊，比这个售货员好很多。柜姐的话就是你至少还有一个自己的小柜子，当售货员你没有自己的地盘，你只有自己的货物的前面，然后很那个的。柜姐有提成吗？有吧，就是到了一定数额，包括在餐厅也是有提成，就是说如果这单的话两个人的话，他们到达了多少钱就可以给你加一块钱，或是加怎样的，还是加几块我也不知道，可能加一块吧，因为当时他就一小时给我10块，总不能给我加两块。然后就反正就一站的话就是站一天，我当时每天中午都会吃很多饭，然后就拍肚子，每天站在那里，因为下午大概三四点左右就没什么客人，就可能一个客人都没有，然后那个时候就可以休息一下。好，还有我建议就是你先怎么舒服怎么来吧，就如果融入不了也不用逼迫自己融入。那时候多大不记得了，十四五，就入团前没多久吧，十四五吧可能。然后对，虽然说是童工啊，但是因为当时就还好，而且加上就是这种小也算是小时工吧，你懂吧？对啊，就是有的是寒暑假，有的不是，是周末，所以我那时候没法出去玩，所以就很烦，因为我也想出去玩。好，下一个，喜忧宝宝贝，我到了该谈婚论嫁的年纪，但是对培养一段感情毫无兴趣，咋办？觉得找对象费时费力，很辛苦，只想一个人快乐追星，但是社会面压力又不能避免，有时候有点动摇，觉得随便找个人结婚也不是不行，在纠结中反复横跳，有什么办法能改变这种情况吗？我是母胎 solo， 从小对感情就比较迟钝。那你还是别随便结婚了，要不然你到时候又要搞离婚，又要这个那个，好麻烦。你想想是不是更麻烦了？你以后说不定工作的时候还得接电话谈论这个，分这个分那个。而且也不能立马，对，而且还不能立马离，多麻烦。想一个人就先一个人呗，
那也没有办法呀，是吧？而且你还喜欢一个人，那不挺好？你又不是找不到，你又不是想找对象找不到，你是不想找对象。那就你想快乐追星就快乐追星呗，也不是这辈子非得结婚才行。看自己了，说不定以后你还想结婚了呢，对吧？俺是农村嘞，村里人都说俺精细，以前感觉没钱配不上你，俺可稀罕你，就给那风吹过俺家地头，地里老红薯都知道俺喜欢你，真嘞，能看见老干啊，能看见老干回个话，谁欺负你我给他拼命包，俺可喜，俺不会了，俺可喜欢你，嫁给俺吧，中不中？不中不中不中。你只让地里的老红薯知道你喜欢我，当然不中。下一个。嘿，小豹一听开解忧电台我就来了，最近学滑板，刚开始学就把我腿摔了，到现在都有阴影了，但是不学会又不服气，气死我了。喂，还有你为什么这么漂亮，为什么这么可爱，为什么这么有才，我为什么这么喜欢你，小包什么眉笔好用，不知道是不是最后一个啊？等会儿什么眉笔好用，我最近在用花西子的眉笔。哎呀，手机黑了，手机黑了，咋整？重新来了，找找，到哪儿了？哦，可以了，不是没电了，是不知道怎么卡了吧？可能，你那什么，你摔了腿，你记得带护膝啊，都带的。我虽然我不带，是因为我不做技巧，我就是随便滑滑，而且我快摔的时候，我就跳下去。但我以前刚开始练那个滑轮的时候，就经常摔屁股，是咚的一下摔倒，因为他经常这样的往后仰了。耍酷的人是不需要护膝的，他又没有说他要耍酷，他是刚开始学耍什么酷，刚开始学不很恐怖吗？还是要带的哦。不然，因为我有一个叔叔，就是玩，就是他也不是玩滑板，就是小孩玩的滑板，他想上去试试，一下就摔骨折了。你说尴尬不尴尬？这事儿大家都知道了。因为就是大人比小孩其实更容易，就是摔到的话摔得更严重。好。写论文好累，想要小包唱小兔子乖乖把门打开哄哄睡，写论文写忘记时间了，如果错过了的话就算了吧，哈哈。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快点开开，我要进来，不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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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开，妈妈没回来，谁来也不开啊。这是最后一个。哎，最后一个，很巧。好，然后最后跟你们说的玩那个什么是吧？一奶茶仙子，一叠起奶茶仙子，把我的小兄弟给装上去。什么什么？
写写愤怒男孩的蹦迪。玩一两三局吧，可以吧？刚好让你们去，三吧，可以。谢追包日记的英国海，谢追包日记。浅玩三局，浅玩三局。谢鹏哥男孩，你们应该也累了吧？一下子看了那么久直播，是吧？还好，你今天肯定发了很多。我从我那个，从我那个，在这个，让你们点小星星、小心心，画个简单的吧。喂。哎呀，画错了，你来一个，手画反了，谁敢信你？稍等啊，两个字，这次很简单，但是有可能你们看不太出来吧。就是也不能让你们太看得出来哈。画完之后感觉没有人能看出来了，这啥呀？这是如果你们看不出来，我可以提示这是什么动物。哎呀，已经告诉你们了，救命呀，我怎么说出来了。好吧，闭上眼睛，比了，三啊，五四三二一，是个红色的小单车。小单车，哇、哦！我刚摔下来，摔了好久，是不是刚手摁到了？嗯哼哼哼哼哼，给你看了啊，两个字啊，这有点难吧？两个字啊，快！再给你放一眼啊！他说胖虎，我刚不是告诉你是个动物吗？你怎么会说胖虎？你不仔细听我说话你。是星星，是星星，是星星！我刚开始画成这样，你敢信？改了一下，也并没有好到哪儿去。谢谢皮克特的小单车的马卡龙，星星沉默，不是王八。我想一下，如果是王八，我会怎么画啊？应该会这么画吧。这还稍微像一点儿，你笑得多开心，双面龟，太好笑了！我怎么没有发现这个游戏这么搞笑呢？有被睡不大不伦了啊！再来一个。
三十，哎呀，这个太……哦，想到了一个，这个很简单啊。三个字，但是我没有画那么形象，但是也挺形象的。我来了啊，三个字，闭上眼了，五、四、三、二、一，呵，是韵墨。但是这个很简单的，嘿嘿嘿嘿，我来啦，三个字哦，猜对的人不许说，不然我会记住那个猜对的人，你一会儿也要一起受惩罚。如果你这个很简单吧，我现在不会再那个了，这个这么简单。这个给你们看一下，我只是这个脚没画好而已。这小王子不是小王子，也不是美女蛇，也不是火柴人。你仔细观察，仔细看，你不要光看他的头发，看他的脸呐。天哪，竟然没有人猜出来，这个这么难啊！因为我想象中我画的时候应该会画得很好。我再想一下，那我不画这个脸了，是不是这个脸误导你们了？我哦，我知道了，是头发的原因吧？我重新画。难道没有一个人能猜出来？我没有故意回答，我心想这个答案应该能猜出来。头发为什么差别大？所以说明跟头发没关系。这是阿童木，这是阿童木，不是皇冠吊，是阿童木。写云墨的野蝶，写云墨啊，这不是阿童木，我不是画断臂了吗？断臂呀、啊，这么明显。我以为很简单的，我去搜搜阿童，我去看看。等会儿啊，哎，阿童木的手怎么都有呀？或者不是断臂阿童木？对不起，谁骂我？谁骂我？脸都红了，我脸都已经红了，救命啊！对不起，阿童木，对不起，我怎么记成断臂？对不起，阿童木的粉丝不要骂我，阿童木，我错了。对不起，韵墨，对不起啊！我还心想说这么简单，你们还猜不出来，
是我的问题啊，是我的问题。我还心想说，啊，他怎么两个胳膊都在 ？Sorry， 他谢谢牛牛的奶茶，谢谢牛牛。嗯，好，还有最后一个。对，我故意画的，因为他。看来以后还得就是画之前得再确认一下，确认一下啊。哦，这次来一个，哎，等会儿啊，这个我稍微好好，非常好好画一下。好，这个三个字，这次应该可以吧？谢谢淘淘来了啊！啊，五、四、三、二。哦，是三日，我以后知道了。我以后直接这样子用手点开，让我闭着试试。对呀，我说我每次用指甲点，它总是跑走，因为我刚不小心摁了一下，结果它就是出来了。这个你们的这个就是这个方块，你们懂吗？就是你们的这个主页的这种感觉的。没有，我只点一次，不会举报的。如果不小心举报了会咋样？哦，我来了，三个字啊。可以吧？很简单吧？啊，马拉松。真的简单吧？接力赛是接力赛，你是自己回答出来的还是看别人的？实话实说啊，不许撒谎，知道不？自己回答的是吗？好吧，那你说，还以为是跳皮筋儿。接力赛，你看他拿着那个接力棒呢。求婚，他跟这么多人求婚，你们怎么在 K 歌？好，说一下你的这个，我的惩罚。下面不是被划掉的人，就是我划错了。爸爸妈妈对我说，爸妈听我说，不是爸妈对我说，爸爸听我说，妈妈听我说，我喜欢和小朋友蹦蹦跳跳。爸爸听我说，妈妈听我说，我也喜欢和你们打打闹闹。雪球快跑，雪姐哦。可以吧？还玩吗？不用玩了吧？还是你们还玩？还玩，那再玩一小会儿吧。
我累倒是不累，我主要是怕给你们又搞太晚，让你们又明天又是那个什么，再玩两局吧。主要是我今天想了好久呢，我现在觉得这个游戏好好玩啊。好，主要是我感觉我自己画，就是我每次不知道为什么我脑子想的和我手画出来的有点不一样，我有时候自己看了都觉得很搞笑，但是我又有时候觉得我画的应该还是挺明显的吧。 TDSG， 好，我来画一个简单的啊，这个超简单的哦，没有人带不住来哦，简直送分题呢，这个要留到最后，我留到最后，太简单了，我画几个都稍微简单一点的吧，好吧。哎呦天哪，这个也好简单啊，我现在画工简直非常精进，就是我再画一个，而且这次他必须要赶快说出来哦，因为画线画的都特别简单。好，我再画一个难一点的，哈哈，画两个简单的，一个难的，可以吧？说不定这一个难的你们也不觉得难呢。好，好了，三个都画完了，厉害吧？稍等啊。OK， 我来了，先是第一啊，先是简单的，好吧，一个简单的，两个字，超简单啊，这个要是不对的话，是真不行。来了。5 4 3 2 1，点 EMOHA。 现在我哇，我现在也很聪明了，只要点的话根本不用怕点错人。怎么我怎么感觉怎么回事，怎么难道是因为发的时间来了，这个简单吧。很简单吧，两个字。我现在画的太简单了。对了，那我要再画一个，再画一个难点的。我不行，不能都是简单的。写羊肉串的英国海，写羊肉串。画两个难的，两个简单的。万一我现在画的。非常的厉害呢，也不行，这个不会画。好，先说我的惩罚吧，画的太传神了是吧，我也觉得。你有个要求，什么要求？别画成语了，我现在画的都不是成语，都画的好简单。什么什么？画头像的时候预约个名额，可以啊，可以啊，每次都赶不上，可以可以。哇！好好，可以可以，哇，谢谢谢谢谢谢你的皇冠，下一次如果你就是没有赶上就给你插个队吧，给你记住了。
好的 ，Yes sir。OK， 那我们就来下一个。这个小孩和我一样，非常的帅哦，四个字儿。来喽，五、四、三、二、一，点。真的不要吃香菜，是你哦，真的不要吃香菜。这个，四个字，其实也不是很难。来吧，好吧，好像有一点难，但其实也还好。香菜呢？香菜说了什么？真的升旗仪式啊，不是升旗仪式，香菜没有答对。怎么是好像这个是难点哦。我刚才说这个小孩儿，你前面说了少先队员，对，是少先队员。我说那你怎么又说升旗仪式？我刚没有看到你说少先队，对呀，这个是不是很简单？我现在画的都好简单啊。那说吧，你的惩罚是什么？斧头帮主是吗？我画个难的了，看我不回答，以为我答错了。哦，我旁边一个斧头，哪有斧头？爱你。爱你的，那我得放下音乐，我怕我唱错了，有点不记得了，怕词唱错了，唱一点点吧，就唱一下副歌吧。这个网易云的他的词找不到哎，好的。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啊，那是因为我关心。常常想你说的话是不是别有用心？明明很想相信，却又忍不住怀疑。在你的心里，我是否就是唯一？爱就是我常烦着你。Oh baby， 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表现多一点点，让我能真的看见。Oh baby， 少说一点，想陪你不止一天，多一点，让我心甘情愿爱你。哦，好噜，吸小熊的荧光，还吸小熊，还有一个好简单的，我觉得这个太简单了，就简单到是个人一看就能知道是啥，所以我现在画一个难一点的，把那个去掉，那个就当做五。就是不选人的竞猜好了，因为那个应该大家都能猜出来，我再画一个大家不一定能猜出来的啊。耶耶，不是这样的。哎呀呀呀，这个画的不太行啊，果然难一点的画起来也都难了。
哎呀，哎呀，怎么画来着？哎呀，不会画了。等会儿，再画一次，不信了。这个我一定得。好，可以了。好，这个画了好久，主要是我是怕你们猜不出来，会觉得我画得太离谱，但是我其实还行，这个现在画的，我可以到时候提示你们。好，这个好难啊，这个如果猜不出来也没有办法，猜不出来我只能再送你一个简单的，真是太难了，这个把我都难住了，我的天哪。三个字哦，我到时候可以提示你们。来了啊，害怕的赶快跑赶快跑赶快跑，五摇啊摇，你说你发在上面，我点不到你。这个你救命你救命，谁让你没跑呢？别害怕啊，别害怕，三个字啊。我可以告诉你这是个动物，我也可以告诉你这是个碗，不好意思啊，碗画成跟牛块一样大了啊。嗯，我那我跟你说这是个筷子，它在夹里面的东西。为什么这里有个牛，为什么这有个碗，它的筷子夹它的，这是个人啊。三个字。快！哎，涮牛肉，对，牛吃饭，牛吃草，牛吃草和这个人拿着筷子和碗有什么关系吗？刚刚有好多人猜对了，其实，对，是牛，第一个字是牛，第二个是什么？你们知道了吧？不是牛，快跑，牛快跑！干嘛跟人拿着筷子和碗有什么？而且你看我画的，就是牛肉面。我刚一直很烦，因为一直画不好这个牛，我忘了你。然后画碗也是，我刚开始画的是这个，其实画的挺好的，是不是？看出来是碗是个筷子，但我总觉得这筷子插在这儿不太好看见，然后我就画这个碗，又不会画碗了，突然。然后画牛也是。画牛不知道牛的脚该怎么画了，突然又面在哪里？面在碗里呀，面这不是在碗里吗？不然我该怎么形容牛肉面呢？我的牛为什么在外面？难道我的牛应该在碗里？
我的提示这是晚了。面在他面在碗里，还有他的筷子上。谢谢小熊。你又画个头，我本来是只画了个头的，你但是你看嘛，我怕我只画一个头，你们会说这是外星人，所以我还是加了个身子。奥特曼，确实啊。好了。谢谢今晚又是两点睡，谢谢。方脸奥特曼，再来最后一个啊、哦！好，等一下，最后一个是最简单的，我们不玩，我们就你们自己随便，你们一看就知道了。这个太简单了，是不是？对吧，这个就不能说是两个字还是三个字，说不定绞肉机，这对啊，是风扇，电风扇，很容易猜哦。好了，今天到此结束了。哎呦，这个电视不太行，这个妈咪呀不行，因为它太黑了，根本没有照亮我。好了，我要走了啊，同志们。谢谢七奶的花花，谢谢瑶瑶的夜蝶，谢谢瑶瑶，晚安哦，晚安晚安。哔哔，拜拜。哼哼哼，走了啊！我顺便把那个翻牌回一下，嗯，拜拜。